五之一。灵儿妹子，玉茹姐，等等我。血水，妖怪，为什么一切都这么似曾相识？似曾相识都可怕。妖都该死，维护妖的人也该死。才变妖了，你是妖？李大侠就是在下林月如。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想不到吧？在下林月如，不服来战。哦，晕旁边的。李大侠就是我，的就是我就是李逍遥。警察。他不知道有没有 AOE。 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没有，三个都没有 AOE。 等一下再放吧。哇，中全中。全中。李大侠就是我，天剑，我就是李逍，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诀。天剑轰下去，我也没死。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，仗剑逍遥。回一下，老丁，你这辈子不是最讨厌妖？自己讨厌自己。对不起，一个最恨妖的人其实是个半妖。如果可以选，我也想和你们一样做一个人呢。你当然和我们一样，在我眼里一直把你当成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朋友？嗯，我陪着你一起面对。定不辱命。